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请观看由我们精心制作的《刺客信条：幻境主线流程攻略之八：寻找失踪的兄弟》。在成功刺杀实施者马苏德以后，巴辛姆为医治心灵的旧伤，回到安巴尔曾经的家，没想到女友内哈尔仍旧在这里。俩人见面没有尴尬的道歉，只有重逢的喜悦，毕竟多年的情谊已经让两人如至亲一般了。Basim? It's really you? Nihal. I... Say nothing, ya Sadiqi. I am as sorry as you. I have so much. On what? 内哈尔这段时间也没闲着，一直在研究他们在东宫里见到的圆盘上的符号。他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具有强大的能量，而且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符号。内哈尔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密室的符号。巴辛姆答应帮他搜寻，了却老友的心愿。剧情发展到此时，会触发支线任务内哈尔的使命。这个支线任务是巴辛姆寻找到密室并收集碎片，从而在密室中获得了强力的装备，很值得一做。The Order of the Ancients are far from defeated. Master Roshan is certain to have a plan brewing to uproot them. And perhaps I should look into Nihal's obsession. It seems Nihal is trying to discover the location of a secret chamber. What is this? A note? It seems the members of the Tha'abin have already unearthed the shards. Excellent. The shards work. Perhaps I can need some more.
然后修复了心灵创伤的巴辛姆回到了无形者的据点。众人陆续出动，沿着实施者的线索继续深入追踪。巴辛姆则被派遣到智慧宫和艾哈迈德伊本穆萨联络。赞美真主，赞美真主，你平安回来就好。赞美真主，巴辛姆，你首战告捷，未来可期啊。但愿如此吧，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。在我们对付实施者时，富拉德悄悄地在城里探查了可以建立据点的地方。我在最不起眼的三个地区找了几间房子，塔比德和利贝卡已经从阿拉木特赶来，分别去了阿巴斯区和卡尔克，我很快便会前往沙基野区。我会到卡拉克与利贝卡会合，在那里腐败随处可见，去看看阿布贾法尔在忙些什么，然后来找我们。来看看吧，巴辛姆，我有些你可能感兴趣的东西。这东西对我很有用，谢了，艾哈迈德。我是阿布贾法。啊，原来你在开玩笑。我偶尔也会活跃下气氛。回头见，阿布贾法尔。多保重。你也是，巴辛姆。很高兴见到你。我想向你请教一下。随便挑吧。还要别的吗？我欠你个人情。破坏有期。看来新建的阿拔斯区据点的拉菲克还真机警啊。巴辛姆，你吓了我一跳，我刚刚看是看得入迷了。哦，谁写的？宫廷诗人阿里布女士，她的诗句就像天堂的鸟鸣一样优美。啊，对，我拜读过她的作品。我和我朋友内哈尔小时候经常溜进智慧宫，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，读关于神灵的书，我一直喜欢那里。智慧宫已经大不如前了。我的朋友艾哈迈德·伊本·穆萨在那儿吧？我记得他的工房就在那里。对，我给他扫了信息，让他过来帮忙建立据点，但他一直没有回复。我的探子也联系不上他，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还是找不到他。所以说，智慧宫著名的巴努·穆萨兄弟中有一人失踪了。没错，快去查查他到底怎么了。交给我吧。在阿拔斯区的联络点，巴辛姆得知他的联络对象艾哈迈德伊本穆萨已经失踪很多天了。于是巴辛姆立即开始了调查行动。他首先前往智慧宫调查，因为穆萨的工房就在那里。
They are looking for me.你有读过基塔卜·阿加尼《诗歌集成》中的诗句吗？哦，当然，妙极了，简直妙不可言。是谁竟然放火烧我们的宝贵书籍？这比痛失亚历山大图书馆还要糟糕。大家请冷静，火势很小，已经控制住了。使真主降下怒火，大部分书籍都没事，危机已经过去了。老人家，这火怎么烧起来的？老人家，法兹尔法西姆是老，跟智慧宫一样，但这宫殿仍然由我掌管。请原谅我，先生，是我心急说错话了，需要帮忙吗？不必，多亏水司部队排起长龙传水救火，火已经熄灭了。是什么人放的火？要我猜，大概是流氓吧，确切来说是哈里发的敌人。那些人烧的都是什么书？现在还很难说，也许护书人会知道。我在找艾哈迈德·伊本·穆萨。没错，他的工房就在这里，但我最近都没跟他说上话。愿您安好，老前辈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没有找到艾哈迈德·伊本·穆萨，但我该找图书馆的护书人谈谈。这里的书还真不少，你可别以为我只是图书管理员，其实我是个作家，这里有许多都是我自己的作品，不过我也爱收藏书，这倒不假。这座城市里还藏着不少珍贵的古籍，如果你找到了就带过来吧，不会让你白出力的。暂时还没有，希望下次你带来的不光是废话和打扰。侯奈因在哪里？他欠我钱呢。我该到二楼看看。我不知道，你去问护书人。图书馆四周都是守卫。最近是怎么了？这里列出了部分烧毁或丢失的书籍。不明语言的古代手抄本是什么？把你的视野借给我。您好，请问学者艾哈迈德·伊本·穆萨在哪里？巴努穆萨兄弟中最具冒险精神的那位，他的工房就在我后面。谢谢您。巴西姆，嘿，周子，看这里。内哈尔，钱道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书，我成功从火里救下了一本。要是让他们发现你偷东西，大不了砍掉一根手指，不说不定整只手都没了。这不好笑。那你别笑。行吧，你心情不好，我也有事情要忙。这与你无关。哦，是无心者的机密工作。你这次会做啥子呢？捅人一刀，偷东西，还是捅人一刀，然后偷东西？那是你的独门绝活吧，内哈尔。你只是少了根手指，不代表技术会变差。看这些工具和书籍，这应该是艾哈迈德的房间没错，但他人在哪里呢？测量工具就像父亲以前用过的那些，但这些都是艾哈迈德的。
艾哈迈德似乎在开发新玩意，但到底是什么呢？艾哈迈德总是不忘在作品上署名，这肯定是他画的。信上说，这些书是给艾哈迈德的，图标、机械工具，还有一些奇怪的小物件。这肯定是艾哈迈德的工坊，但他人到底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又是要帮忙吗？我在找艾哈迈德伊本穆萨，你知道他在哪吗？我也许能帮到你，跟我来。这是你第一次拜访指挥宫吗？不，我小时候常跟朋友偷偷溜进来，我们在这图书馆里自己学会认字的。所有年轻人都应该以你们为榜样。那些护书人可不那么想，他们每天都把我们从书丛里赶出去。不过是尽责办事而已。你在指挥宫里都学了些什么？我喜欢诗歌和英雄传说，我的朋友对异教神和黑魔法更感兴趣。真有意思，那你有追随年幼时的热爱成为一名学者吗？世界那么广阔，我怎么放得下呢？可以说我现在是个心怀使命的人。啊，那你的朋友呢？不，他还在寻找某样东西，但我不清楚那是什么。真可惜，我们快到了，加快脚步。守卫，救命，有人袭击我。什么？你这骗子。活捉他。求求你，别伤害我！你竟然给我下圈套，我该当场宰了你！饶了善良的哈密德吧！告诉我，艾哈迈德伊本穆萨在哪里？拜托，先生，我不知道他在哪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要伏击我？是他，他逼我这么做的。他是谁？肯定不会是艾哈迈德。我不知道那人的名字，他总是戴着面具。这个戴面具的人想要什么？他命令我别让任何人接近指挥宫的挖掘场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否则我脑袋就不保了，就像其他人那样。求求你放过卑微的哈密德。你说的挖掘场在哪里？就在城外的荒原。来，我给你画张地图。地图应该能引导我前往挖掘场。按照哈米德提供的线索，巴辛姆决定前往智慧宫的挖掘场，继续追寻艾哈迈德伊本穆萨的下落。
这挖掘场规模真大，他们是想干什么？成为我的耳目吧。鸟看四方吧，恩奇杜。天气热得我好不舒服，我都想吐了。不管怎样，千万别找哈桑医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样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消失无踪。真是辛苦了，我的朋友，你是在替哈里发挖掘什么吗？那与你无关。我对前朝帝国的遗迹很感兴趣，你介意我四处看看吗？要看那些古老的石头，随便你，但不许碰工具和箱子。我做梦也不敢啊。有雇佣兵守着挖掘场，他们一定是找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队长，咱们几时才拿得到钱啊？咱们会拿到的，不管用什么方式。这里也没多少值钱的东西可偷，但总好过白干活。你就是这帮身经百战的战场老手的头领，报酬一定很不错吧？老实说，报酬稍稍让我们有点失望。能帮我个小忙吗？也许吧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看到那些花哨的哈里发手下了吗？我需要有人搭把手。我们来仔细谈谈吧。不愧是雇佣兵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嘿，拿钱办事而已。去侦查一番吧，恩奇杜。
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我该继续找找。箱子上有艾哈迈德的私人印章，这一定是他的。有意思，这是哈桑医生写给艾哈迈德的信。艾哈迈德肯定是在医院里与这位医生合作。但一位著名发明家找医生干什么呢？其中必有关联。在挖掘场的工坊里，巴辛姆发现了穆萨的箱子，继而发现了哈桑医生写给穆萨的信。根据信中的内容，巴辛姆推测穆萨是应邀前往病方医院了，于是他立即前往病方找哈桑医生调查。比玛利斯坦医院聚集了全巴格达最优秀的医生，只要找到哈桑医生，应该就能找到艾哈迈德。我得找个办法进入哈桑医生的书房。去吧，恩奇杜。这封信就是证据，哈桑已经成了教团走狗。是教团的标志，这证明哈桑医生是教团的一员。这里来了几个烧伤的学者。智慧宫的几个学者为了保护书籍被烧伤了，病房不够，我们需要那房间。不行，那是哈桑医生的私人实验室，房间已经上锁了，谁都不许进去。难道就这么把伤者晾在外面？这算什么说法？拜托，小声点，你这样只会让病患们不安。哈桑医生把实验室锁上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有一扇窗户破了，也许可以从那里进去。我的方法没错，是机器本身的问题，需要更多实验对象，得再多加把劲。我才不需要没用的发明者指手画脚，干扰伟业的进程。我可是令人敬畏的阿尔阿兹达汉，不是吗？也许我不该大声说出口。集中精神，哈桑，集中。医生死了，现在得找到艾哈迈德，解开这该死的谜团。巴西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艾哈迈德，你之前都躲哪儿去了？我在这里，一直都在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是教团的人吗？数周前，他联系了我，说是在沙漠里找到了什么东西，某种古代机器，所以需要我。你就什么也没问？在工作方面，我从不多过问，你不也一样？跟我说说这机器的事吧。它能在人的脑海中打开一条道路，一条通往古代世界的道路，这奇迹似乎能打开感知的大门。你亲眼见过？不，但我听了经历过的人说的故事。这些人都迷失了自我，巴辛姆，他们以为脑中的景象就是现实，他们以为自己属于那个古代世界。我并不知道这事情与教团有关，要是知道，我早就去找你了。一遇到这种事，我就什么都顾不上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巴辛姆。快离开这里，回据点去。只要你不说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知识总是落入坏人手里，真是令人扼腕。巴辛姆，你说是吗？事情终于真相大白。数周前，哈桑联系穆萨，说在沙漠里找到了某种古代机器，需要他的知识。穆萨并不知道哈桑是教团的人，但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让他无意间成为了哈桑的帮凶。此后，穆萨回到了无形者的据点，而巴辛姆则决定继续返回智慧宫追查，找到更多教团的线索。我应该继续调查图书馆。